我们今天去干嘛呀？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像你这样都是老东西的地方。你订票了没啊？我忘了，没办，没关系，可以现场买票。那长得像不像你？不像。像不像？像不像？不像，像你。像你。花砖，是不是？我比较事儿还比较高。走了走了，你还没有艾克里里。为什么没有我们两个呢？因为我们之前没来过呀。我现在来了，以后会有我们吗？不会的。好吧，你不够这个级别。嗯，还能怎样呢？你看这个上面还有字吗？这么爽，张翰。这是初中小学用的课桌。这是我小学，我初中的时候，在咱们学校拍的吗？主修生活的学分。林达。嗯。不是看那个缝纫机，嗯，小时候我姥姥家就有这样的缝纫机，然后这地方不是有个针吗？嗯，我小时候就觉得手指甲特别硬，然后就把手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踩下了一个踏板。给你打穿了吗？没有，穿了一半，疼了好几个月，但是这个有阴影。常常因为不够傻屌而跟你格格不入。哎，这个针把这个针取掉了。肯定啊，那么危险。我们两个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大房子该多好呀。生活多安逸啊。怪我不是富二代。他们这个许愿的纸在哪儿搞的？应该是在这儿了，但是已经没有了。太可惜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喝点东西。到了跟大家说拜拜。